开门。来，看，这个 team， 这个 team 八七八七 team 啊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我们今天游戏实况，我是老皮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皮弟、喜天还有小亮了，我们四个人要来挑战一下 Door Kicker 2的后续的关卡，因为后面的关卡真的需要很多人。然后我们上一次跟皮弟呢两个人苦战了非常久，才突破拯救人质这一关啊。然后其实我们刚才在稍早前有稍微做训练，然后我觉得这次新来的几个队友呢都不是很厉害，完蛋了。还不错吧？我觉得没有吧？你会拿手弹把自己人炸死？哎，没有，这是你不要走过去。哪里没有？我就是被炸死那一个。然后观众看就知道了。东巴，谁炸死谁，谁就东巴，好不好？挂东巴了，东巴称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任务的地图了。这次呢，我们要挑战的是全时模式哦，跟上次我跟皮弟玩的那个即时回合不太一样哦。全时模式就是等一下我们按下开始键，开始行动之后呢，没有反悔的机会，它所有的东西时间就会继续的跑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及时做出反应。你们有心理准备吗？我不会被动吧？完了，连默契都没有。OK， 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先来配置一下我们的角色哈。那这次我跟你讲，我还是选突击兵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突击兵可以带领队伍做出一些破口。这好像是一个在中东的院子吧，那种大宅院有没有？这边看起来的话，好像只有一扇铁门可以进去，所以等他进去之后嘛，这边我们可能要分两组行动哦 ，Team A 跟 Team B。OK， 那我这边我代号是087之一啊，你们那边是087之二，那谁要跟我087之一的？我在上面，我在上面，我是 A 哦，那你就是087之一，那087之二就是皮弟跟小亮吧 ？OK， 好，没问题哈。好，我跟小亮走下面嘛哈。对，你跟小亮走下面，那我先来破门好了啦。会不会这个院子就有人啊？会有。所以我们先到这边，然后我先做掩护卡这个门，然后齐天你先在这边掩护我吧，有没有？那我在这边掩护你吗？这位置？对，在这边掩护我，然后我们两个先把这边扫射。那你们 OK 了吗？你们 OK 了吗 ？OK， 我们要动了。来，及时的吗 ？Go go， 及时的 ，Go go go go， 他开了，Go go， 来，小亮，我看窗户哦，喜天，我看，你看前面，我看窗户，为什么我没动？为什么我没动？你按下那个箭头，完了，等一下，我的人卡 bug 了是不是？没有，你按箭头啦，你要按那个，你要按空白键，按空白键，完了，我动了。东巴，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讲，我东巴救你，我死掉了，东巴，我来解决这个任务，你要竞价，你要 cover 小亮 ，cover 小亮，小亮等他手弹 ，cover 我，出来一只哦，出来一只，他出来一只，有炸掉，起点 cover 他，起点 cover 他，这边有一只，我在那边，我在这个冰箱那边，好，大家过来之后往这边走，好，我走这边走，走廊底，有一只举手的。他投降了，绑他，先绑他，先把他绑起来。哦，你先绑。哦，里面还有一个，那个应该是市民吧？哎呦，危险！小亮要死，撤离来这边。等下，里面还有一间，这边再绑一个，再绑一个，绑他，小亮绑，按右键绑，右键绑他。对，你们在干嘛啦？你们在干嘛？我先把他带住。你们在干嘛？死啦！完了，一开始队长跟小队长都死了。你们等我，我先把他们两个带出去。好，不要，哦，站住！我们要不要从这边，从这个位置，这里？不是啊，你们直接进去就好，带他进去就好了。进去，走进去里面，走进去里面。对，没有啦，人质啊，人质！有了，过了。过了，赢了，还是赢了，可以吗？那死了两个人是有什么好光彩的啦？没事啊，我跟你讲，牺牲小我完成任务，这才是正确的，好不好？牺牲队长是不是？队长都死了，这个小队还有救啊！好，那接下来第二个任务，这个感觉是一个废弃的仓库哦。对。那我们这边其实有点危险，所以等一下我的战术是这样子的哦，就是我当然会快跑到这边帮你们架枪。这个皮弟，你带小亮先往这边冲，你们先往这边冲，然后迅速进去。小亮就是站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往这边掩护，好，然后喜天你就在这边往这边掩护 ，OK 吧 ？OK， 然后皮弟就是这边。那我们大家先在这边，我先丢一颗烟雾弹吧，还是谁有烟雾弹？先往这边丢一颗烟雾弹。
我有烟雾弹。好，那你先走到这边丢，先走到这边丢。你丢完之后我们再行动哦，你丢完之后我们再行动。好，那我准备喽。OK， 好我准备好了。好，喜天一丢出去，我们就行动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，好来，准备了，喜天 Go， 三二一，行动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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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还没丢出去，你们怎么就行动了？你们太快了！好，我到了，架好枪，架好枪，架好，我架好，喜天移动，开门哦！好，开门，把他狙掉。哎、欸，有人接近，我再丢一颗，走大姑娘，大姑娘，喜天倒了，剩我吗？怎么剩我？把自己炸死了！你们谁炸的？没有，孤立短逃啦！丢了，他们丢出来了。剩小队长。小队长一个人突破。刚刚那边是谁丢的炸弹？那个丢了一颗手雷、啊，是障碍丢的啦。歹徒丢的。啊！趁我换武器的时候，确定是歹徒。等一下，你们第一步就做错了。我还没走出去，你们比我还快。你们不要探头了。哦，好，不会，我们不要门口，我们不要制造声音。我这边待会可以做一个枪孔啊，这边这个直线可以 cover。然后我站这个车后面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你按右键，你现在右键，然后往这边看。枪快！我把自己炸死！这火力怎么那么大了、啊？靠腰哦！火力好强哦！天秒杀！这样，我想到了。你想到什么？想到什么？来，我看你想到什么。它是不是有这个功能？你看我那个静悄悄功能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静悄悄的呢，先从这边绕到这个。不可能，我直接跑过去了啦。然后我会先过去那边装炸药 ，OK？ 把这边墙壁炸掉之后，喜天，你在这边做掩护，这样可以吧？好。你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。我的箭头在这边。然后往那边狙击。对，好，然后我 cover 皮弟跟那个啦，小亮，你们就是 cover 这个位置啦，你们就是卡这边可以卡。小亮在这边，然后箭头摆这边。我看这个位置。Hello， 我跑了，然后我先跑。好 ，OK， let's go。Go， moving。我这次有跑到。有 nice。这个等我。他怎么改他视角？点自己按，点自己按右键，点自己按右键，用拉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到。先别急。先。你要后退哦，你要后退，不然你会把。我知道。我先让我跑过去。好。好了 ，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我准备好了。Fire ho！ 哇 ！RPG， 推一点。危险。有了！我狙完了。那边有个重机枪手，你往这边丢个烟雾弹，往这边丢个烟雾弹。Roger， copy that。哎，这位置进不去啊！哎呦 ，PD 这个枪线架的超棒的。有。贴这边。收。我后面掩护你们，你们把长城有人，长城有人。别急。里面有一个。我就说别急哦，别走你啦！Reloading， 有脚步声出来了。喜天别！不要吗？那皮带皮弟，没关系，你卡那个位置。皮弟丢那个闪光弹。这边有一个，这边躲一个，这边躲一个。你死掉了，我站窗边而已就死了。我 CQB 我可以 ，CQB 我可以，有了 ，Mission Clear， 对啊，那我们向牺牲的战士，齐天，八，至少最少两个吧，另外一个是纯死，那个不要管他，好，可以，那个在门口跟对方对望啊，我觉得我们那个战术指挥啊，对，战术指挥啊，不要脑充，这个国家不会赔抚恤金哦，我先跟你说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任务是要拯救那个人质，他们好像在拍影片，准备要杀人质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我们的这个任务是蛮紧张，就是要第一时间直接往里面冲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等一下火箭炮，大家分两组好不好？大家分两组，就是室内，这是 CQB 室内，所以等一下就是一组往这边移动，然后另外一组破门攻击，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一组往这边移动嘛。我往这边移动。
可是这个门是被锁住的，你们有方法可以打开吗？快啊，快啊！用撬的啊，踹门的吗？踹门啊！我直接踹开，我直接踹开。那你直接踹开？那你们等我一下啊，因为我这边我先放一个这个，我先放那个炸药。等下我们把那个墙壁炸开之后，然后我们就一起上。OK 吧，我可以踹门，我可以踹门，不用紧张。我这边踹开，但我需要有人 cover 我。我知道我会 cover 你，放心。好，那、啊、我踹这边门哦，我踹这个这道门哦，这道我踹哦。好 ，OK。要有个人看这边吧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那、啊、我们后门会不会有人、啊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来，准备哦 ，Let's go。好 ，Move。压制，压制。哎呦哎呦，你确定要踹门吗？哇！Nice nice nice！ 啊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。我来。Nice， 救人士。啊，其他人呢？挂了，对吧？靠！你们全倒了，全倒了！底下你们怎么死的啦？后面，你后面有人。哦呦，还近战！哦呦，好，这里面有人，交给我。我先丢一个吓他。好，你吓自己了。我帮你狙了。没有。救人质，这个人质要救。救人质。现在喜天一个人拯救死。那狙击是哪来的、啊？我。我在帮你狙。我走。可是我只能帮你看这个房间而已。OK， 没问题。小心这里哦。哎、欸，这里后面有人。啊！大人是死了！哇！自杀炸弹客！这里面怎么有炸弹兵？自杀炸弹客！太扯了吧！对，弟，我觉得我们乖乖的打这些。我觉得这个墙不要打开啦，洞太大。不是，我觉得你们这个墙打开啦，往这边打啦。可里面有自杀炸弹客哦，小心哦！这边有个自杀炸弹客、哦。你开墙他就一起死，我这边可以开啦，喜天，我这边可以开啦。好，那我先装哈。你们先把这走廊清空。好，我先出去。出发。好，清空，可立了。先 cover 就好。Incoming！ 看好。盯住这个门，我盯死这个门了。好凶啊、哦！那个是小亮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。你有没有办法那个？你有办法丢个什么东西？我踢哦，我踢门，然后你丢。等一下，不，那是我。等一下。Thank you, I won't forget this. 我可以狙击耶。先别开。我要救人质，我要救人质。好，我准备好。来。等一下，我靠。哦，我差点被爆头哎！我靠。这间房子我没办法给 cover 哦。哎，你开太快了啦！好，等一下，厕所这个先处理，厕所里面有个自杀炸弹客，丢个手弹进去啊。可是这边应该有人质啊，看一下，快有人质哎、欸，会丢死他、啊。那你就把墙壁炸开，他就死了。炸弹客直接死。Cover me。OK， nice， 开爆。下面的我狙掉，下面我狙掉了。自杀炸弹客还在吗？我不知道，搞定了，不知道。这一块不确定哦。厕所有人哦，可能。我建议你要不要绕这条路到这边来。Go！晕到了，这里有一个。我狙。哇！在这里。发生什么事？在这里。炸弹客，我就说在里面。他随机的是不是？虽然任务完成了，我们死三个干员了、啊。我活下来了，笑死！这关是也是要救人质，我会领着抚恤金的。抚恤金应该，我觉得国家要先倒闭耶，因为我们这样出任务的这种情况，一定倒给你看啊！哎、欸，我们从窗户打好不好？我们全部从窗户打，可以啊！我们这样，我们不要开正门，我们从这边窗户偷袭他们。真的吗？那这样子啦，我拿重机枪帮你们扫射了。好，我就一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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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所以我们要大破大立哦，大破大立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也准备好了。你们一定要炸那个门吗？就是等他们那个哒哒哒哒的时候，然后再炸，然后吸引他们注意啊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个窗这边扫里。好，来啊，准备好了吗？
喜天，你看，你看这个窗口，然后我走前面这边。那我先贴片哦。好，来啊、哦，来啊 ，Go Go Go！ 碎哦，碎哦，碎哦！我、哦、好险！门看好，人出来，人出来，人出来了，人出来了！你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喜天，你后面有我在看，我在看，有有有，在你正后方。人是被你炸死，人是被你炸死。谁丢了？谁炸的？停下！一地炸的，100%。那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打打打了，打打打太危险。那是你在乱炸人、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就有玻璃，你可以先开哦、喔。好，喜天走了。那我们再一样战术嘛，一样的。喜天，你要看，你看好那个门，看好那个门。有有，我看着，我看着。我跑过去，跑过去，跑过去。顶好，顶好，顶好了。好，我在拆。你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。有有有，打到打到 ，nice nice。你直接看这个窗口，你看这窗口，有人哦，有人有人有人。有有，我看那个，我看那个。哎、欸，是。你先去这房间有人质吗？没有吗？我进去好，我进去好了。弟弟，我架枪，我架枪了。OK。出来一个，出来一个，没关系，我帮你 cover 这个路口。没有没有没人，路口安全。另外一间。好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你那边炸啊，先不要炸哦，那边搞不好有人质。就是你先，你有没有那个小孔可以看一下？我这边踹门啊，我这边踹门，哦、我这边踹门。他这边是锁起来的，我要敲开。那我这边踹门，我这边踹门，踹完之后你再炸。你都把人质弄死，里面有人，里面有人，不能炸，不能炸，快快快快！可以救，可以救，可以救，可以救。来，我看这边，我看这边，我看这边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哦 ，mission clear。这个没这个很简单，这次很成功，这次很成功，完美任务哎、欸，三星哎、欸，总算，我好感动，我好感动，进步了，有有有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困难，是我们就是大家玩过 R6 嘛，然后里面就是有个自杀炸弹客，那在30秒之后呢，炸弹就会爆炸，我们在30秒内要解除里面炸弹 ，OK， 对，所以准备好了吗？那怎么办？我们有没有？先有个画面，等一下怎么打？但就是这样的、啊，我们进去里面，然后打伞，打伞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啦，好不好？你确定这几个地方不会有人？我觉得你一打伞，这个地方也有人，这地方也有人，这地方也有人、欸。不会，我把这墙壁炸，我把墙壁炸。那我这边踹门啊，我把这个门踹掉。哎、欸，谁啊？谁动的？不知道，我刚听到哔哔。剩20秒，剩20秒。快！洗天快！洗天快！有再踹再踹了！哇，那个 AK 仔！哇，这个太凶了！剩10秒，剩十秒！解除啊！解除！怎么解？怎么解？啊！等一下，这有点难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关真的有点难度哈。30秒好像有点多，有点少哎、欸。哇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一样踹门嘛，踹门。喜天，你弄，然后你弄了，打开的时候我就直接往前冲吗？往前丢一颗伞，然后直接冲到底。好。对，他可以跳过那个桌子不是吗？那桌子能跳吗？不行啊，那桌子不能跳啊。哦，这个桌子可以跳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来，我直接一次画好路线。好，我炸墙。我觉得左边的墙没什么，右边的墙没什么用。来，准备了、啊，快了，快了，好我、啊，快 ，cover， 这边要帮我看哦。好，我会炸墙，我会炸墙。看这边有人啊，不是说 cover 人呢、欸？不是我这边啊 ，cover，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动我了？爆了，你们爆了。这边怎么还有一个人是谁啊？是谁的人啊？人是谁？谁多叫的？不是啊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刚走得很顺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走得很顺哎、欸。你们刚不是看这边吗？然后我赶快转进来打走了，因为小亮这边炸太慢了。我知道了啦，我直接秒猜啦，这样掩护一个人过去猜啦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去猜，你们掩护有，你们掩护。好，来，倒我倒了要帮我补哦。OK， 好了。好，准备了，3、2、1 ，Go go go go！ 怎么有人自己死掉了？那是我用狙击枪射的。他、啊、不是要爆吗？怎么？Cover我！我倒！这边还有一个，要解释这个，要解释！漂亮！赢了！
man down, man down, man down， 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剿匪，这有一个，你 cover 好，你 cover 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我打伞哦，等一下狙击枪帮我准备，我这边有狙击枪 ，OK， 来喽，好了吗？三二一喽，三二 go， 没有我还是不能动啊，怎么了？你把炸弹，里面还有炸弹，里面怎么还有一个炸弹？还有一个炸弹，不是里面那个炸弹就是炸药，但是你不能拿手榴弹去炸它啦，它会爆炸啦。Okay. 好，盖量可以，盖量可以啊，记得左右边要看好。OK， 好了，那来哦，一样来哦，好了吗？来，好了好了，好来，开门。来，看，没有开啊，开门这个听，这个听八级。八七听哦，还是我破门好了，我来破了。哎呀，你是破门手了，你要先破啦。我破，来来来，给你破，给你破。Move。你怎么进去了？为什么可以进去？再一次，三小。你怎么进去？你学会穿墙术，你要说啊。哎、欸，那我 bug 不能开了，我不能开了。有了，给他冲啊冲啊冲！我不会冲啊！卡好！有，没了，这一面，准备好，来炸！来，你开完之后走开，我进去。你开完之后我走开。好。哎、欸，这会爆炸！来，三二一，你开 ！Go！冲！借！赶！没有人，这边看，看这边。看后面。不要再乱搞了，有了，过了。Yes。不会有吧？等下里面会不会有一颗？还有一个。快点！move！厕所。我开，我处理。有了，这边看一下，来，这边，快，这里，哈哈哈哈哈 ，go， 这边一个，跑起来要爆了，没有，下一个应该是一个步兵，应该是步兵，炸弹没了，应该，我觉得你们一个退，没人了，差一点，赢了，耶！终于过了，快哭了，快哭出来了。那个回到家以后，像那个小孩子说：“爸爸，你的手去哪里了？”爸爸手，爸爸的脚怎么爆掉了？好啦，那我们的任务呢？虽然不敢讲说是圆满，可是我觉得 real time 的模式比起就是可以暂停慢慢研究的模式还要更难呢、欸。它难度真的超高的。但你们觉得这好玩吗？这个模式，我觉得可以啊，不错，对不对？怎么操控了啦？就是你左边拉了之后，右边一定要马上速度的看它的位置。我们的默契不足了，我觉得协调能力比较没那么强。不过下次再慢慢挑战。然后其实这个游戏呢，还有工作坊，工作坊里面有很多超酷的图，比如说像什么 CSGO 的图啊，或者说像那个 Overwatch 的啊，或者像那个红彩六号这种图，到时候我们再挑战看看工作坊到底有多可怕好了。这只是前菜，所以你说那些图是给人玩的图吗？给人玩应该是给人玩啊，但那个像我们这种低手应该不能被当人啊，所以没有啊，他有成就啊，他有成就，紫勋勋章的成就啊，三小，好啦，那这款游戏呢，我们今天先说到这边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记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外加小铃铛。想看续集的话，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啦。那非常感谢今天喜天还有小亮的PD，好，我们三位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